记得我吗？刘可可，我有个东西给你。明天帮我把这个给朱思月。我要不……这可是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叠好的，千万别弄坏了。谢了。怎么又到我手里？这是我买的，谢谢啊，我不用。你那封信我都看了，原谅你了啊。那不是我写的。什么不是你写的？那封信是十班的尤可可给你的。又是送信又是送礼物的，你是快递员吗？我就是帮忙而已。你就不会拒绝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大不了以后不让你帮我做值日。我没那么小气。那你在生什么气啊？你和刘晓峰走得近就不怕影响不好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说话呀。林贤，你心里想什么？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？还是你就是觉得这样天天闹别扭很有意思？我没有。那你跟我说，到底在怕什么？以后不要再往我课桌里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嗯，要不我们先开始呗。再等等，急什么？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呀？你
你怎么话那么多？怎样？哎，没事，我们先开始吧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嗯，其他人呢？宋子熙他们唱歌去了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每年都是这些老项目，没意思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你跟我吵架呀，还是对不起没来我生日啊？都有吧。好了，原谅你了，不过是不是得补偿一下我？你的生日我一定陪你过。为什么明年？谁说我生日过完了？周思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我还有礼物收啊。嗯。看看啊。这是你的生日幸运图。画的不错啊。可以。我喜欢。谢谢啊。对不起啊，可可。为什么跟我道歉？你对不起谁了？哎呦，行了，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一开始确实是想借着你来接近周思月，因为我这个人吧，跟女生都不太合得来，平常都跟男生一块玩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你比他们好玩多了。而且今天中午我也看出来了，虽然这小子吧身上那股劲儿确实挺拿人的，但我才不喜欢跟这么高冷无趣的人做朋友呢。他其实挺有趣的。不是你说的那样。算了吧，我可能更喜欢跟宋子琪那种咋咋呼呼的男生玩。不行不行，宋子琪绝对不行。我说我不跟周思月玩，我可没说我不跟宋子琪玩啊。你这样沙迪他会不开心的。哎呦行了，我不逗你了。其实你剪个刘海应该挺漂亮的。夏迪也跟你说过一样的话。哦，是吗？嗯。
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行了，上课去了。那个游客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我朋友。送封信就成朋友了？这里面有点复杂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以前没发现，你还挺热衷于拉拢同学关系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对那个游客可没有兴趣。你少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为什么呀？游可可那么受欢迎。谁受欢迎我就跟谁好，但受欢迎的人那么多，你周哥忙得过来啊？这个想法不错。这次是我唐突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不错。有进步。